嗨，我是怡君，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开箱我人生中的第一款智能手表 Amazfit T-Rex。 那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手表的时候，我其实觉得它很大个很野，跟我们平常一般看到的斯斯文文 smartwatch 有一点不一样，这个反而像 G-Shock 多一点。话不多说，我马上给它一个10秒的 close up。对啊，讲到 Amazfit T-Rex 哦，我就想到 Jurassic Park， 如就是那个啊，不管到最后哦，你多给个头出现，就一定会稳赢的 T-Rex， 它一个哦就可以打10个。将这个手表名字叫 T-Rex， 当然也是因为它很耐打。它是一个拥有12项军规标准认证的智能手表，从外形上来看，它就像一般典型的户外类型的 Sport Watch。看这边，它的表面是凸起的，外壳是凸起的，这样子就可以减少镜面被敲到的几率。所以如果你想把它带去攀岩、爬山，还是进行其他激烈的野外活动，你都可以很安心的把它戴在手上。不然哦，你想一下啊，你把一般的 smartwatch 带出去，很像 Apple 这样子的，你敲到一下，不会很心痛吗？那我刚才已经有讲过啊， Amazfit T-Rex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拥有12项军规标准认证和50米的防水功能。总归一句，它就是铁打的，耐挂、耐摔、耐热、耐冷，它可以承受水的摧残。我们现在来做防水测试。咦，还可以按呢。现在我们来测测看它的温度是多少。刚才我们测试的温度结果是 3.2 度，但是我还觉得不够冷。现在我们就把它放进冰箱里面冰一冰。我们现在冰个30分钟，下面就把它从冰块里面拿出来，还可以用耶。就算跌在地上还是挂到，它都还是好好的。像我感觉你要带这个手表在泳池里面做塔巴塔，还是在沙漠中跑马拉松，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至于你自己的话，你阿卡一下啦。那既然它是一款强悍又主打户外型的手表，续航力当然也很重要。 Amazfit T-Rex 采用磁吸式的充电方式，官方表示在基础模式下续航时间可达66天，日常使用模式可达20天，如果持续开着 GPS 运动模式和心率检测的话，续航时间可达20个小时。那在我自己实际使用过后，我最后一次充满电是上个星期三，然后今天已经过了一个礼拜，它的电力还有74%。期间我还有拿去做运动啊，跑步，看我的步数、心跳等等。除了这个，我还有把它拿来当做日常表使用，就是很像接收 notification、set reminder 等等。这个续航能力，我觉得其实是还不错的。Amazfit T-Rex 它提供了14种运动模式，它是很基本的跑步啊、游泳、骑脚车，到比较极限的登山、滑雪，它都有。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很贴心的纯运动模式，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想要做任何一种类型的运动或健身活动，它都可以依然帮你侦测你的心率和分析数据。 Amazfit T-Rex 有五种颜色，分别是黑色、灰色、迷彩色、卡其色，还有我手上这款军绿色，都是比较偏向户外型的颜色。它的表带是属于那种透气的硅胶材质，就是可以这样子润凹的那种 material。然后你看它上面有很多个洞，就是很像你的手腕不管粗细啊你都可以戴，但像我本身手比较细的人戴到第三个洞已经算是 OK 了，蛮舒服，也不会容易跑位。所以先撇除它的智慧功能不讲，但是从外形上来看，它是一款适合送给男性朋友的礼物，特别是那种户外型喜欢运动的阳光男孩。像女生的话，我今天的穿搭是比较酷一点的风格，搭配起来感觉也挺不错的。那如果是平常韩系小姐姐的风格，感觉会是怎样的呢？也挺好看的吧。那 T-Rex 这个表块上面分别有四颗金属材质的独立按钮，像左边这个就可以让你选择你的快捷设置、心跳、步数还有表盘，然后右边就是 Select 和 Back button。 屏幕采用的是 1.3 寸 AMOLED 加 Gorilla Glass 3玻璃，往左滑的话你就会看到所有应用程序，然后这里往右滑的话你就会看到所有 Notification。
那 Amazfit T-Rex 呢，虽然它没有办法像其他 smartwatch 一样可以在上面接电话和回复信息，但是它兼容的 app 其实蛮广泛的，像是我们平常用的 Facebook 啊、WhatsApp、Instagram、WeChat， 它都可以在上面显示通知。这样你在做户外运动的时候，也不需要一直把手机拿出来看，直接这样把手抬起来，就可以看到谁发信息给你啦。Amazfit T-Rex 呢，还有一个蓝牙对应的 Amazfit Apps。就是你在手表上看不完的健康数据，你在手机里面都可以全部都看到，像是你的睡眠侦测、BMI， 还有身体水分等等。我一开始拿到这个手表的时候，我就先去下载它的 app， 然后去找看它有什么 interface 可以换。它有30种表盘设计风格，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小细节在上面，有单单可以看日期时间的，也有可以看那种数据，就很像你的心跳、睡眠时间等等。我个人是比较偏向喜欢这个红白色设计，只是单单看时钟的。那我选好 interface 过后，我才来把我的 profile 和 my goal 设置好。my goal 这里可以设定每日步数目标、体重目标、睡眠时数目标和卡路里目标，这样子就不用常常检查手机，直接从手表就能看到我当天的运动状态。总结这几天我使用 Amazfit T-Rex 的心得，像我这种没有运动习惯的阿宅，就会把它当作普普的日常智能表来使用，看时间啊，追踪很 basic 的健康资讯啊，还有看 app notification。那如果你是一个天生热爱户外运动，就是一个坐不住、喜欢动来动去的人，我觉得它更适合你。因为像我讲的，它有12项军规认证，把它带出去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把它摔坏。续航能力又强，外形也很硬汉，以699这个价钱可以买到一个户外型的智能手表，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的啦。有兴趣的朋友，现在已经可以到 Amazfit 的 Lazada 和 Shopee 了解更多详情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是金格娟怡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